欢迎收看香香美食，我是香香，我是小飞。美食过年咱继续哈。那前几天呢跟大家说了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美食，也是各有特色哈。但是有的人就会觉得，其实有的时候藏在深巷子里的这个东西啊，尤其是有年头的，吃起来才更有滋味，是吧？老味道。所以今天呢就盘点一下这个藏在深巷子里的美食。找美食我们香香美食最行了，是吧？对。我先要跟您说的呀是一个瓦罐。哎，这个瓦罐啊开了20年了，也是换了很多地方，但是就是有这个忠心的顾客一直跟着吃。哎呦，是吧？那我这边呢最少也得20年吧。啊，是什么呢？很有名的一家有怪味鸡有凉面的地方，一起来看一看吧。这都是你一大早带着我干啥光亮的，我是李耀。哎呀，哥，再找找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地儿真不好找，不过听说真不错，走吧，咱再找找，别着急。小路上开着，这真不好找。品种怪多，咱吃啥呀？酥肉排骨呀。酥肉跟排骨。人家有这个怪味鸡。既然大家都说了，那就尝尝吧。老实说，第一口下去，我的感觉竟是汤很好，瓦罐就在喝汤。我那汤是吧，都是选大骨头熬出来的，一天得几十斤骨头，买多少骨头，我们熬多少汤，我们一天就是用那么多。你要是说3天2天不换骨头，那肯定那汤熬出来肯定没有味。一口浓汤下去之后，再说这肉，那食材在一块吧，都是比较新鲜的，觉得比较有味道。吃菜上有入味吗？而且料比较粗。我一直都用了这个呀，就用了小奶派呀，我一直都用了这。俺的酥肉我买的纯瘦肉，一点肥肉我都不要。人家是肉加的比较多，炸的又焦又嫩。要说这巷子里的瓦罐确实是歇呆了，但是最令我不解的是这里的这道菜。刚开始干店时候，这个鸡块叫麻辣鸡块，不叫怪味鸡。我们也没有咋吃过那个和四川的菜，就我们自己就那一次一次做，尝尝味道，不好再改变。这巷子里没有豪华的装修和精致的餐具，但却有着20年如一日的老手艺和对美食始终如一的态度。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？酒香不怕巷子深。对，酒香不怕巷子深。我想对于美食也同样适用吧。
要上大学，天天睁开眼睛就学习，一直学到闭上眼睛吧，就是满满的学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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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咱聊点开心的吧。可能正是因为那么辛苦吧，所以一小点点事情都觉得特别开心。旷课呀，逃学呀。这逃学旷课都去干嘛？拍大头贴啊，逛一逛学校门口的精品屋、CD 店，还有吃吃吃啊。下午下课之后，然后晚自习之前，同学们都出来了嘛，路边摊也都支起来了。胖子跟瘦子烧烤，瘦子现在已经没了，但是胖子烧烤还在。还有黄桥烧饼啊，川府呀，就在学校附近吧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川府，我们当时也经常去吃那儿，凉面超好吃。不过毕业之后好久都没去过。那咱一会儿去川府再看看吧。行呀行呀，店呀还在吧。酸酸甜甜的，就跟别家比。嗯嗯，味道没变，依然这么好吃。嗯，感觉去人家家吃，对啊，都没这个味儿。他家都就是十几年一直都这样子。估计这不是当年都不咋敢点的菜吗？嗯，太奢侈了，但是可好吃。对啊，不知道他怎么做的，就是后来吃过无数饭店，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，比较独特。我妈你说回家也做呢，但是就算放点糖呀放点什么做出来也不这样，就还是他们家就他们家才有这个味。我感觉不光是甜，反正吃到嘴里嘴巴麻麻的感觉，它的感觉它的盘子都没有变过，还是原来的盘子。今天一过来就一吃，然后瞬间又想起来了我们当时上学的那个时候的事儿。像你们现在你们这么大的很多都带一些孩子在这儿来吃啊，都很多的。对，都来吃。还有一些学生在这儿来吃的，特别高兴见到他了，还给他留影。他就说是我马上就好像又回忆起以前，他以前他在那儿买还是买票的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一直是阿姨。对对对，如果现在让你再回到高中的时候，愿意不愿意？现在回去高中吗？也许吧。不让我写作业，我愿意。没有让你写作业。有意思哈，两家都卖怪味鸡，哎，但是呢，可能就有不一样的地方。对，那这样吧，随便定个标准吧。好、啊，接下来你要说的东西呢，都以这个为标准吧，都得二十年起，怎么样？没问题啊。我接下来跟您说一个藏在一个巷子里的灌汤包。哎呦，那真是20岁了啊，一晚上能卖几千个呀？哎呦，听起来好多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对啊、没有关系啊，和灌汤包相配是什么？来个烧麦嘛，也20年了，少说20年，一笼4个包子，最多能买300-400笼，一晚上能包几千个包子，你的手就不变。1999年开了这家包子店，差不多有快20年了吧。那家我最了解了，我就是这一块的。你想想啊，他最早是在哪边条街上的？刚开始实验室在路边上推个小车，第一天出摊弄一盆鲜，哎，卖完了。第二天又比再多一点，又卖完了。一天比天多，一天比天多，生意一天比天好，一天比天。后来慢慢的，哎，也就那个店。
老点儿了，他忙着玩什么还过来，还是希望能有味儿，以前的还是有味儿，现在还是有味儿。你接活走，今天就吃饱，不再见你了，都不用说那个店是不是？第二天都开始准备这些熟馅了，分条了韭菜呀、萝卜啦、这些馍呀，都在弄刀切，都是手工切了。这么多年了，都是亲自打馅，再忙也是自己去做。让来点儿饱，来点儿就吃饱，知道吗？舀一口灌汤，一瓶包就行。它这个就是每一个包子上面里面都有那个汤，然后就喝着也好喝，我女儿也特别喜欢喝。肉馅你得打，你得煮鸡汤，用鸡汤打出来的肉馅它比较鲜。这个馅儿呢，你得打来让它也不能臭，也不能稀，臭了它没汤了，稀了了肉少了。每天就打那么多馅儿，然后卖完都不卖了，不再卖了，肉的素的都恁多。把家的面和完以后了，必须得醒半个小时，再去揉，揉完以后再醒，然后用手摔。反正我们干了这么多年了，我总感觉到摔出来的面比较柔和。你如果这个面和的不柔和，它这个包子包出来以后呢，它都比较僵硬，那个花儿看着它不好看。包子那个籽儿，20个以下，18个以上，提着像灯笼，放到那像个菊花。因为他们这边都是现捏现包的嘛，所以这个等时间还是比较久，味道好，吃得的都知道来咱家吃包子需要等，咱家的包子是现煎现包。本身的馅儿都稀，你疏通完以后呢，它经过它这个冻的过程，它那个汤它往皮里吸，它汤很少。宁可这个顾客多等一会儿，也得让他吃出这个质量的大脑。南方人爱吃米，北方人爱吃面，河南人更是将各种面食做出了花样。有一种面食更被誉为餐桌上盛开的花朵，那就是烧麦了。我们打听到，在郑州的清真寺附近就有一家开了10-20年的烧麦老店，许多食客更是跟着吃了很多年。究竟味道怎么样，我们也一起去看看吧。就在这儿。咱是主要以烧麦为主，牛肉、羊肉、海鲜、蟹黄、肉松，还有这个四三鲜，这六种都有吗？除了这个肉松蛋黄的，其他五种都有。我第一次知道烧麦还有这么多品种。一般我是爱吃的羊肉香，他这个选手都是在这当地小产业，是我看到过他们买，所以我知道，对他家的这个饭菜质量绝对放心的。他们好吃上了，我好吃上了蟹黄，特别第一口，蟹黄。满嘴香了，这烧麦都提起来就是灌汤了。赶紧来说，看着大家吃的满嘴流油，我们也按耐不住肚里的馋虫了，还是先尝尝再说吧。这个是牛肉，这个是羊肉，这个太诱人了，你看这上面，有汤汁儿。它就像一个薄皮包子一样，哇，这个汁好多，吃出灌汤包的感觉。哇，它真是每一个里面都是有汁儿的，好多呀！接着，这是灌汤包吗？这是？这个汤汁里边出的，它是自然汤汁，牛肉啊，咱的调这些调料里边自己带出来的，没有刻意往里边灌汁儿。牛里脊肉做牛肉烧麦，卖的最好的就是牛羊肉。牛肉用牛子盖肉，牛子盖大腿中间那块，每个牛后边就只有那两块肉。跟那个马蹄蒸一样是吧？师傅就跟个武林高手一样。
我们这肉馅都是全手工操作，手工做出来的口感会好一点，牛肉组织的纤维不会断，不会被破坏。像这种手工做法一直延续了十几年了，一直都是这样，每天要剁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，机器打出来的肉，肉那个组织纤维全部都破坏完了，咱说的那种没有嚼头。这个是烧麦皮的面，一半烫面一半正常面，掺到一块以后包出来的烧麦筋道透亮，口感好，纯手工和面，纯手工擀。这个手艺是家里边老一辈传下来的，老一辈就做烧麦，纯手工在这里也不止肉馅，每一只烧麦的形成，从面到皮儿到馅儿，都需要靠师傅们的手上功夫，像一个麻叶一样，一看就是手工做的，不是每个都一样的。这是糯米粉，蒸好之后边上有那个花的形状，有白边，靠这个糯米粉，它起个就是装饰的作用，好看美观。传统烧麦这个是不可缺少的东西。非常棒啊，然后吃了还干净，干净，这个饭菜质量都挺好。这个烧麦的口感特别好，完了要是有朋友什么的，感觉首选就是这个地方，很有特色嘛。但是价位它啥的啊，对，啊比较实惠。我其实是外地的，我原来不知道烧麦这个东西，后来吃了一发现，就是对它都上瘾了。早上弄俩小饭，弄两笼包子一吃，之类的。比我带点带点点干酱，本本。其实有的时候你仔细想想啊，这些藏在深巷子里，哎，动辄就是几十年的这种老店呢，有的时候卖的并不是什么哎特别稀罕的大东西，对，就是这种小吃啊风味儿，就牢牢地抓住了吃货的心和胃啊。对啊，因为它开的时间久了，就比如说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米线哈，它能让它周围的人顺着它的意思，一大早就起来吃米线，改变了人的饮食方式了，是吧？对。哟，那你说这个了，我接下来要说一个是炸鸡，这个炸鸡呢也是30年了，30年，而且呢它是那种老式的炸鸡，曾经呢也消失了几年，后来又重出江湖啊。哎呦，那就厉害了。啊，凌晨呢，为什么起这么早啊？因为今天导演说了哈，起这么早就为一件事儿，要去吃米线。吃米线啊，这是靠谱吗？雷哥啊，上车。哎呀，走吧，看看去。教练，你也比我晚不了多少啊，打包带走。医院，老母亲吃了也吃了20多年了。哇，是吗？住院的也好这一口，偶尔的出差就不来了。如果不出差都来，天天像一份工作一样。人说这种感觉像什么恋爱的感觉。早晨6点，一碗米线，有人吃了20多年还是馋这个味儿，有人吃米线竟然吃出了恋爱的感觉。此刻的小飞对这家只有6-7张台的小店可谓是充满了好奇。这些肉都要加进去吗？全部加进去。哇，这么多啊！满满一锅。不说别的了，就冲这锅肉，我觉得也应该来吃了。天哪！哎，一般来这儿吃的话，是早上人多还是中午人多？早上。早上。哎。为什么都会习惯于早上来吃？因为走的是早点嘛。哦，早点的路线，因为只有早上有。对。提到米线本身，就不得不说说这黄师傅最拿手的酱肉米线了。据说这碗酱肉米线的底汤与酱肉一直是被大家所津津乐道的，这样满满一大锅酱肉一般一个上午就能卖完。好在哪儿啊？肉新鲜吧，米线筋道吧，汤好吧，所以说我们就常年在这吃嘛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没有任何一样不好的？那我们感觉是没有一样。那它那个味道呢？味道色香味俱全，鲜。对，别别让我上镜头。好吃不？好吃好吃。哎，就这样就匆匆的就走了哈。其实它这个主要就是汤和酱肉，每天都是一样的嘛，是吧？啊哈。哎，它这个味道很独特，别的地方吃不着。为了大家一早就能吃上这碗酱肉米线，这锅酱肉黄师傅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准备了。
而米线所用的高汤更是每天用新鲜的棒骨和鸡子炖制12个小时制成的。米线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味道也是黄师傅自己调制的。20几年大家始终认他的这碗米线，或许靠的就是大家对他的信任，还有黄师傅自己对这碗米线品质的坚持。炸鸡。想去尝尝。我最喜欢吃的是鸡皮，因为我感觉那个味道比较香。喜欢吃那个炸鸡块，还有炸鸡腿，外酥里脆，不是里香吧，就是。但看上去不是很好看，我觉得颜色有点。但是它的料都在上面，外边不撒那个什么别的地方孜然呐、辣椒啊，这个不撒，里外都是一个味儿。特别都那种护角，是护角还是味儿还是啥味儿？哦，要不这带着俺同事过来尝尝。哦，今天是你带他们过来尝啊？对。那怎么你掏钱呢？那不都敢男生讨钱吗？那不都敢男生讨钱吗？这样的男生一定不缺女朋友的。光羡慕别人有什么用？我们这儿可没有男同事。不过，这不撒调料就能入味的炸鸡，香香姐还是有点小心动呢。可是那么多种炸鸡，到底该选哪个好呢？大的比小的要好吃的多，因为小的可能吃一个两个不过瘾，但是大的一个就特别满足。哦，那种满足感就特别回味那种感觉。你也可以尝，买一个那个尝尝。好，我就听你的，我今天就买大的，好吗？香香。要不怎么说女人善变呢？刚才还嫌弃人家炸鸡长得丑，这会儿自个儿就排上队了。再关是生肠子。哦，我就要这个了，我就要这个，这个多少钱一斤？25，咱们两个都做25。好的，刚才有人给我推荐了，他说一定要吃这个大的鸡腿，有满足感才有意思。铺上油纸，简单称重。这刚出锅还冒着滋滋油香的炸鸡，说话间就到了我们的手里。来吧，就是大概这一个就10块钱。哇，好酥啊！我隔着这个就能感觉到。哦，好有味儿啊！这鸡肉大家说的没错，一定是腌过的，因为它这里面的肉都会很有味儿。外面吃到它外面会有一层这个裹着酥皮，但这个没有，这个就是直接炸的。你看，这就是它的鸡皮和鸡肉直接炸的。哦，鸡皮最好吃了。别看这家小店才开业没多久，但说起老板娘的炸鸡手艺，可能比很多年轻人的年纪都要大。我们最初干是90年，90年左右，他战友在北京前门那个地方开了一个炸鸡，哎，看到战友在北京炸的还不错，结果来到咱这儿，他那个配方不行，结果我们两口就自己配，炸出来一试不行，我们就放到冰柜里，再重新抹料，然后再腌，恐怕腌的有多少啊？我们和了两冰柜东西，不认可不行。哎，最后有一次，掌握住了。靠着自己研制出来的配方，老两口的炸鸡在20年前的西郊也小有名气。不管外边哪个炸鸡店的，人家的东西什么样，我们要坚持我们的最传统的味道，一定要就这样坚持下去。姐，我先认个输哈，因为那个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呢，这家呢，它年数不是特别长哦，但是人气爆棚，爆棚到后厨的师傅啊，得一个人看俩锅，就属于这种生意特别好的是吧？对。那我接下来要说这个呢，依然是一个老店，那这一轮我赢定了吗？还是个20年的老店，经常是有这种当孩子的时候在这儿吃，自己又带着孩子来吃的一个川菜店。哎呦，火锅大概是冬天来临最重要的主题，成都的串串，重庆的牛油火锅，老北京的铜锅涮，无论哪一样好像都能让冬天的寒冷驱散一些，当然鱼火锅也不例外。我们打听到在西边的秦岭路上，
就有这么一家鱼火锅，虽然开的时间不算很久，但几乎天天人气爆满。到底味道怎么样，我们先去看看再说。对，稍等一下啊，人也太多了吧。看这边好像都是在等着嗑着瓜子，时刻瞄着这哪一桌的人快吃完了，赶紧过去。这都是活鱼啊，新鲜的活鱼，现宰现做的，好可怜。杀了是吧？现宰的，他就这么被扔进去了。这一锅看着有点恐怖，我这还挺香的，这应该是刚炸过的那种。炸过浇上去的。满满的鱼肉，它这鱼片子好薄啊，你看它有点像一个肥牛卷儿。你别看这个鱼这么薄，但是夹起来一点都没有碎，而且吃到嘴里的口感它有点弹弹的。其实像我们平时吃火锅，不是有那种什么肥牛、肥羊之类的，他们很多都是用机器片的。但是我特别好奇，它这个鱼肉到底是从哪片？他难道把活鱼直接放到机器里吗？哎，绝对是手工的，因为当年我接触过餐饮，用机器做羊肉片可以，这个鱼片就用那个机器是切不出来的，必须是用手工才能切出来。鱼火锅最大的魅力，除了吃现杀鱼的新鲜，最重要的就是可以无所顾忌大口吃鱼肉了吧。但无论是什么品种的鱼，店家都能以一种很薄的形式呈现，能把这么柔软的鱼肉以这么完整的方式端上餐桌，这究竟是机器的功劳还是人的手上功力呢？这鱼第一道工序，这个生鱼它不是生发现场，先给它削皮，二是把那个鱼身上的粘液给它烫掉，然后片鱼的时候会很容易片。我们的鱼全部都是手工片出来的。看这个鱼，薄如蝉翼，能透光吗？能。通过这鱼肉就可以能看清这个字儿。现在一条鱼得切多少刀啊？180-170刀。你们有没有什么标准要切到什么厚度？人家没有，手放到刀上嘛，就知道。要麻鱼。要腌制一下，是给鱼上浆，鱼片更滑更亮，口感更好。这个鱼要打上劲儿，它才有筋道，还有那个亮度。这个要是麻不好了，这个鱼的口感就不好。这个挺辛苦的，中餐的师傅一个人炒一个锅，我们用两个锅。师傅要一手拿一个勺呢，更厉害。左手画圆，右手画方，左手酸菜鱼，右手麻辣鱼。麻辣、番茄、酸菜这三种口味在掌勺师傅面前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配料的多少凭着直觉就能摸索出来，一只手控制着一种味道，来到这家店的后厨才发现什么是高手在民间。民间的手艺自然能接得上地气，这大概也是这里生意火爆、留住客人胃口的原因吧。一直就比较家常、比较小吧，反正吃的人比较多。我在成都待过4年多，然后它的味道确实还是川菜比较正宗的，而且量又比较大。如果你单以为靠分量大就能支撑这家店坚持10-20年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好歹香香姐做美食节目也那么多年了，吃货最基本的原则还是要坚持的，不好吃的坚决不吃。这都不错啊，这个应该是熏肉是吧？炒的比较漂亮。我最喜欢就是干腰和炒，辣子鸡、麻辣牛肉之类的，我比较喜欢。辣味儿，因为那个腊肉是这个地方能吃到，在其他地方吃不到的味儿。对，你看这个腊肉，肥瘦这个很合适，肥了少，但是肥了也不腻。因为现在要减肥，我原来还吃完再打包一份带回家，第二天吃。被食客这么一说，香香姐也被馋得不要不要的。感觉很多菜都想试试呢，但是有一道菜是被大家提到次数最多的。脆肠，脆肠吗？脆肠，脆肠吗？像他们经常吃辣子鸡，我说你尝尝脆肠，就吃进嘴里脆脆的。这个脆肠我也在其他馆子里吃过，他们要不是不脆，要不这个辣椒不干，就是反正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点达不到这个火候。他们这个呢就能做到，这个脆肠确实是比较 Q 弹那种，有点响那种感觉。
生爆脆肠，听起来有些暴力，有些重口，却是店里重庆大厨的看家手艺。被切成小拇指肚大小的脆肠，带着花椒的鲜，辣椒的香，丝毫没有任何奇怪的味道。四川就是它以辣主要是为香，对，不像湖南那边它直辣。辣椒是我们四川的，我们那边直弹头，直弹头辣椒，直弹头，对，它的辣度相当高，比一般四川的辣椒要基本上高两倍。但是我没吃出来很辣呀，它辣，过后它是香。四川菜啊，我觉得它这个辣呢是唬人的，一端上来一看吓一跳吧，一盘子的红辣椒，但其实它真没有它看上去那么辣。停不了口。但是比起店里的这两大招牌，香香姐似乎更喜欢的反而是这个怪味鸡丁。哎，您知道吗？这是我最早接触这个四川的食物或者小吃，最早吃的是怪味胡豆。对，觉得哎呀，那个味儿太奇怪了哈。有怪怪的感觉吧，口感都好奇怪，它真是脆的，外面外焦里嫩，吃上去好像是鱼香味的，好像又没有，有甜有辣还有麻还有酸，就好像以前吃那个怪味胡豆的感觉，包括这个皮儿也是脆脆的。虽然是鸡胸肉，却嫩而不柴，酥脆的外表下，软嫩的鸡肉带着咸甜麻辣，还有些许的酸，完全没有违和感，足以让试肉的你大快朵颐。在这座包罗万象的城市里，最不缺的大概就是这类家常菜馆，而从1997年就走进西郊人民视野的胖娃，如今也已到了不惑之年。但凭着量大实惠，魏家虽然也经历了岁月的洗礼，却依然是食客们心里最好的选择。哎呀，说了这么多硬的了，来点软和的吧。嗯，有吗？你这儿有啊？没问题。什么？据说在烟厂街的深处藏着一家小小的店面，里边卖了多少年的牛肉丸子汤。你这馆子卖的呀？这家店我知道，丸子汤，哎，我也去吃过，挺喜欢的哈。那我接下来要说这个呢，那你看我这随随便便又是十几年起，嗯，又是这样的一个老店。那你说汤了，我得来茶呀，是不是？油茶，牛油炒出来的油茶，哎呀哦。我叫买超，咱这个店是从1999年开始经营到现在。刚开始的时候在南关街上，一直经营到现在，有18年了吧。那我今年都40多了，我感觉从20多岁我都搁这吃。就在这儿啊？是烟厂斜街嘛，这叫、对。所以是也算是一个记忆当中老味道。对，是。对不对？对。那我现在给。给韩海柱、程总主任这住，俺俩陪着孩子，咱们等我今年是专门陪着孩子过来，坐着过来就吃这，跑这远啊！程总路、韩海路，先说一岁不打杂子，真是这样。根据吃货总结的独门经验，一家小店里如果有行动不便的老人或者孩子出现，店里的拳头产品味道一般都不会太差。平常来的话，都会怎么吃？一般都是酥肉加丸子，加少加一点丸子，带点海带，就是这样，比较爽口吧，比较香，有种那个牛肉的原味的香味。丸子吃起来什么感觉？烂，那肉比较新鲜，确实很好了。早上店里的丸子汤点击率最高，中午食客们则偏爱酥肉和丸子的两叉。支撑这家小店18年长盛不衰的秘密，就是店里的传统手艺。牛肉丸子的话，一般都是用这个牛那个里脊肉，这个炸丸子比较好。这个里脊肉，它这个嫩，然后这个口感比较好。像我们老家这个做法吧，这个肉都是手工剁的肉。不爱这个丸子吧，传统做法一直都是用红薯芡，
这个上等的红乳芡。因为这个红乳芡它比其他淀粉比起来它更加的爽滑，可口，然后比较筋道，然后它比较耐煮。炸好的牛肉丸子浸泡到热腾腾的牛肉汤里，这翻滚的一锅汤也是懂吃之人的最爱。熬这个汤的话，加上咱这个自己家就是老一辈传下来这个汤料，加上这个牛骨头、牛肉，就是熬制这个汤。一般会放多少的骨头和肉啊？这个根据你这个锅大锅小，你像咱们这个锅的话，光骨头就得20多斤，二三十斤，一般就是早上4-5点钟吧就起来开始熬，最少要熬上1-2个小时吧，反正这个汤你就熬的时间越长，这个味道越好，这个汤味越浓。你知道吗？就这一个大铜壶，叫做龙嘴大铜壶呢，这在过去啊就能养活一家人。咱俩是全国有产，就是随时来这随时开住，啥时候来啥时候都是热的。咱一线是糊弄住保温，那个现在一是没火不让弄了，二是这个再说咋着等于高科新科技吧，等于是老东西新吃饭，就是这种。你好，老先生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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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今年高寿？72了。您现在炒吗？咱看看。那可以。走吧，咱看一看。先炒牛膘油，为了防止糊锅，要先在锅里加点水。炒油的时候不能高温，要用小火耐心的炒。八斤油，兑皮。八斤油兑的面兑了50斤。这不是熬上油了吗？都倒了搁这炒面。随着炒制，面粉冒出一阵阵白烟。半个小时后，当面粉变成黄色，这面就算炒好了。现在是倒入牛油的好时机。杨老先生拿起一杆精致的小铜秤，小心翼翼地称一些香料，放入锅里翻炒均匀后就可以过筛了。油沙粉在筛子的作用下变得十分细腻。在筛好的油沙粉中加入芝麻、花生等材料，就成了可以装袋售卖的油茶了。现在是这生产量大了，就买了一个那个烤锅，传统的产品呢，你只要不要变味了，只要能减轻劳动力，科学的那个工艺都可以利用嘛。甜油茶，咸油茶。啊，这两碗平常可能我们吃到的咸油茶多一点哈，这油茶的香啊在于刚入口的时候这个面茶它带来的香味，还有的就是每一口到最后能吃到的花生、杏仁还有芝麻、油果、油角的香。杨老先生，我看他们这个还都配了有东西啊，在吃油茶的时候。一般是配油香。油香？油香。那给我也来一个呗。好。油香是回族的传统食品，店里卖的油香有甜、咸两种口味。面团被机器压成薄面坯，用模具压出油香圈的形状，就可以入锅炸制了。说是油炸，其实就是将锅里的油保持低温，不停地往油箱上浇，所以有慢火炸油箱两面都发亮的说法。炸好后的油箱不是咱们平时所吃的油炸食品的口感，放凉后再吃
口感既紧实又酥软，有点像吃点心。虽然现在这家开了十几年的小油茶店采用了不少新的工艺，可只要老手艺人的初心不变，用光阴和坚守磨出的油茶就还能吃出记忆中的味道。飞着眼瞅着我今天可是要赢啊，二十年起没有关系，咱到永安街上走一遭，20多年的广东小炒老店。哎呦，那我这个虽然也有广字儿，但他卖的是地地道道的豫菜，父子两个人是苦心经营啊，30年的了，二广餐厅。京广路永安街，每到夜色降临，路上的行人车辆就川流不息。也许您已经从这里路过了不知道多少次，也没有注意街边有这样的一家小店。说是广东菜，可食客们却说感觉怎么讲，说是有本土化的吧。我觉得是经过改良的，比较适合我们这个郑州人的口味。因为咱们北方人喜欢吃稍微重一点的，比较香一点的，然后就稍微有点改变了，没有那么甜，比较咸香的这一种，这样一改进的话还挺多人吃了。比如说脆肠吧，吃着口感挺脆的。知道这个脆肠是什么动物身上的？这个还真不知道了。哪部分也不知道是吧？啊，小肠，不小肠。说了半天，这可口的脆肠就是猪小肠吗？吃起来怎么这么脆呢？也就是猪子宫那种的。买回来的是一条条的，然后我把那个花是不是填成的，要自己切，搁水里要洗。做的话就是先烫水，去掉腥味，然后水里冲干净，爆炒一下，放姜，放蒜。有料酒先放，然后再放那个生肠。切成花的话，它炒的时候不用那么久，炒出来是脆的，炒的狠了也不好吃，是软的。葱爆生肠，口感爽脆，营养价值高，出菜速度快，一直是人们点击率最高的菜品之一，尤其是作为下酒菜必点。广东菜喜清淡，蒸这一烹饪技法不仅保留了食材原本的味道，还可以看出食材是否新鲜。比如这道火头鱼两吃，它是感觉它是两种做法吧，它把生鱼片片好之后，然后呢可能上笼蒸，蒸完之后，然后临出锅之前撒上他们自己做的那种葱姜蒜一些调料，再淋上一勺热油，而且那鱼骨和鱼头和豆腐再炖一个汤。火头鱼就是那个黑鱼，把那个鱼宰了以后，然后切成那个片，洗干净以后，然后放点盐，再放一点胡椒粉，然后放一点点生粉，粉芡就是，抓一下，然后就把它摆到那个盘子里面，摆好以后就是放锅，开了以后才放你蒸，蒸有，饭店的火比较大，4分钟就可以了。然后出锅了以后就放那个姜蒜割一半，然后放油里面煎，浇到鱼上面就可以了。那个有，如果是死的话，那个鱼它做出来的话，那个肉啊它不会有那一种小有小卷卷的一股一股的那种感觉，它只会死死的憋到那个盘子上面，不好看。如果是新鲜的话，那个肉啊蒸出来它会有卷的感觉，就是鼓得一块一块的那种，像花一样，那是活鱼。那剩了鱼头还有鱼骨头，然后炖成鱼头豆腐汤。炖汤的时候也就放那个姜片开始炖，放点豆腐，不要放太多盐，清淡一点比较好。火头鱼又名黑鱼，刺少，清蒸，不仅蒸出了鱼肉本身的香味，搭配特调的酱汁儿浇淋在鱼片上，端上来就趁热吃，口感爽滑，自不必多说。再来一碗鲜美的鱼汤，这个冬天不惧寒冷。不论是爆炒的脆肠还是蒸的火头鱼，味道都会或多或少的偏重口一点，用食客的话来说已经本土化了。可就是这样不正宗的广东菜却在这里扎下了根儿，一干就是20多年。麦片、梅线、西拉、冬钱，这是五味调和。河南豫菜以咸为主，八大菜系，每个菜系离了河南豫菜，它都不成菜系。
叫王景杰，我跟着我父亲在这个行业耳濡目染有30多年了。我13岁在开封学徒，因为家里穷，干这体力比较合适。那时候学徒的都是偷着学的，老师当面不是跟现在比较教给你呢，就先给老师洗洗围裙，磨磨刀，对他好点都是。87年国家号召叫最后一个小孩接班，我叫我的姑娘接班了，我退休了。咋办呢？正年轻时候没啥干，想起来成立一个二黄餐馆。这个店开业我们就在吃，开多长时间我们在吃多长时间。上初中就来了吧，我现在儿子都3岁了。因为你生在平原地，你得有平原的特色，啥时候吃啥，啥时候吃啥，那是跟着地菜来总结出来的。说材料鱼菜是最关键的，这鱼子长到1斤1、2两，开始吃炸麻花。这是个传统的鱼菜，把鸡子剁成块，麻入味儿。之后然后再下油锅炸，反复的不断把油锅来回倒，一会儿在油里一会儿在外面，挺麻烦。这个菜的时间很长，需要。我爸是一个老好先生，给我的感觉好像就是一个关门弟子的感觉，最后一个了。当时没有那么多想法，总觉得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做饭很简单，颜色达不到自己想那种理想的结果，客人会提意见。当你做出来的东西，别人否决的态度，那种感觉很有落。所以你得放大招了啊。嗯，必须放大招哈。来点有馅儿的，来点有馅儿的。没问题，有馅儿的哈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从汝河小区夜市开始起步。哎呦，那厉害了。嗯，搬了好几次家，现在仍然被追着去吃的锅贴。锅贴，嗯，那我这边得来包子了，是不是？嗯，郑州口碑比较好，可以说是最好的上海汤包了。哎呦，N 级汤包，哎呦，里面有虾仁儿啊，嗯，有原味的呀，嗯，馄饨呢，还可以卖生包子呢。我们现在呢是在前进路和协作路，据说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哈、是有那么一家锅贴店。据说虽然都是锅贴，跟咱平常吃的锅贴还不太一样。今天呢就跟大家伙呢一块儿呢去看一下这家店，就这儿，就这家店。素锅贴、牛肉锅贴、羊肉锅贴、鸡肉香菇锅贴、虾仁海鲜锅贴，来份锅贴。好的，牛肉跟那个素的呗。好，行。锅贴绝对是咱们河南人餐桌上最常见的主食之一，素的有韭菜鸡蛋馅儿，荤的有三鲜馅儿、猪肉馅儿、香菇海米馅儿等等。虽然大多数时候锅贴都以类似饺子的形状出现，但它的做法却和饺子完全不同。透亮的外皮，焦香的底壳，
再加上一层金黄焦酥的赤莲，都足以让它成为一款颜值和味道俱佳的主食。这个是肉的，这个是素的，说是很腻的一个，吃起来觉得它的味儿调的挺好的，是吧？下大哦，皮儿不好下大啊，肉的，哦、肉的，哇！你看还往地下滴滴油了，对对对，你看这儿还是在往下滴汁儿，是吧？脆，赤鳞你是一点也没剩下哈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咱俩吃的特别香，然后这个葱和这个牛肉配一块也不会太油腻，嗯哼，吃的确实好吃。有个缺点啊，就是太烧嘴了。哦，哇！其实我现在越看它，我越觉得有点像是要吃生煎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们所谓的赤鳞，这个酥皮儿它是立起来的。我们平常吃的话，它应该都是哎平着的，对吧？哎，特别焦，很香哎。嗯，跟吃炒凉粉里边那个，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酥皮儿什么感觉？嗯，入口即化。因为特别薄，你知道吗？又特别脆，到嘴巴里面之后，你舌头轻轻一顶的话，然后它整个就一扑捏，嗯，牛肉大葱，牛肉大葱的味道，然后再加上那个面会糊掉底儿哈，那种面香味儿，一口一个到嘴巴里面之后，轻轻一咬，里边有那个汁水哈、啊，慢慢往外淌，韭菜粉条，粉条，韭菜。再加上鸡蛋，它是粉条，是粘过的粉条。我们吃锅贴的时候，很少会看到说上面给你撒点芝麻，撒点这个葱花，对吧？基本上就直接的素面朝天就过来了。这个呢是带了精致的妆容的。这家小店的老板朱师傅，从1997年开始就在宁波的一家清真老店工作，一干就是10多年。现在店里这种形状类似水饺，在外皮上撒芝麻葱花的做法，就是典型的南方锅贴。我们都是选用那个清真的鲜牛肉，肥肉像姐嘞，奶牛肉，哇，姜、胡椒粉，啊，放点蚝油。我看见旁边的葱花了，全靠这个葱提香，直加葱姜。它这个葱花一加进去，真的不一样、啊，这个香味就出来了。对，一下就冲鼻子而来了。你看这种盘好的馅儿，鲜牛肉盘出来颜色比较粉嫩。锅贴包好之后，可以直接下锅。下锅之前，朱师傅已经在平底锅里浇上了一层面水，薄薄的面水在小火加热下很快就开了。这时候，朱师傅把锅贴一圈圈摆在面水上，再盖上盖子，因为锅盖盖上以后，才能把面水沸腾蒸发出来的高温水蒸气闷在锅里。锅贴的外皮被水蒸气的温度烫熟，同时在锅贴下面点上一点油，小火加热，慢慢形成焦酥的底壳。等到面水快蒸发完的时候，朱师傅熟练地掂起锅，左右摇晃，这薄薄的赤鳞就这么凝固在了锅贴的周围，一份香喷喷、热乎乎的锅贴就可以上桌了。做三孩汤包可能快8-9年了，现在一提起包子，我们大多会联想起我们河南颇具盛名的开封灌汤包，而说起上海，似乎生煎包才是主角。而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一家由河南师傅做出来的上海灌汤包。刚开始可能也不会做，搁家还不会包包子哩，来到这个先学嘞，也是可能不好学，反正最后慢慢是也学会了。这上海汤包与小笼包师出同门，看似两者差别不大，实则不论做法还是口感都颇为不同。口味没有北方那么咸，就是偏就有一点甜咸味那种感觉吧，偏甜口吧。南甜北咸是两地风味最显著的特征，而细细品味这上海汤包，在第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就能体会到细节上的差异。开封的包子好像是更薄一点，然后它是扁的，它这是圆的。咱的这边小笼包都是发面的，它这个不是发面的，对吧？能吃出来吗？对啊，咱的北方的那灌汤包一般都是发面的，俺那是湿面的。它筋道，也没有参加任何东西，都是凉水一打就出来了，跟咱那饺子皮儿是一样。
相较于发面包子皮儿的软糯，这手擀出来的死面包子皮儿的劲道也深受很多人的喜爱。有言道，包子好吃全在馅儿上，那这里的汤包馅儿也颇为讲究。真的这肉馅儿每天早上十点进屋来以后开始先打馅儿，打了以后开始包，它是当天进肉当天打馅儿，当天卖完，青菜也是每天多青菜，都是新鲜的。肉馅儿、虾馅，跟上海的那种包子，我觉得好像更鲜一些。汤比较那个什么，就是它有那个灌汤那种的，然后感觉汤还挺鲜的。鲜是食客们对于这家包子评价最多的一个字儿。包子馅儿的具体调制方法我们不得而知，但单从调好的鲜肉口味的馅儿来看，粉嫩的外表下十分干净，没有用酱油着色调味儿，也没有夹杂包子馅儿里最常见的用来调味的姜丁。虾仁味的是在鲜肉馅儿的基础上点上一颗个头不小的虾仁。所谓味道鲜，应该是在少加辅料的同时呀，更多的去遵从食材最原始的香味吧。包子如果就是这个汤包呢，如果蒸出来以后放置的时间过于长，或者说大家打包带回去凉了再热，这汤汁时间长了会没有。我们和其他的包子有不同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卖生包子，其他地方卖不了生包子。就是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？反正给他也干习惯了，给他店也有感情。老百姓们有的想吃北方的，有的想吃南方的，口味都不同。其实我们这做包子的师傅们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也是有时都是北方人，也特别喜欢这。您现在收看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民生频道。